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我是峰峰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大家看到二嫂端了两个胖肉，翻下去了吗？为什么又翻下去了？我拿去蒸。好。哎，今天什么？我想说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是猪妹妹的生日。哎呀，事情太多了，都忘记了。明天的话呢，我们烤一个猪，是烤猪吗？明天我们团队烤一只猪，过年了，然后大家就差不多准备放假回家，在回家之前呢，烤一只猪。现在我们要去拿烤猪的料，顺便去跑一趟，走一下，看一下，过年了不？喜喜庆庆的。我们现在上高速走一下，走，走了，出发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去要拿猪料，哈哈，他倒了一泼水出去，等下泼到我爸。我爸在这里干嘛？扫卫生。我爸在这里清理卫生。好嘞，兄弟们，上高速去拿我们的烤猪的料，欢欢喜喜过大年。等一下哈，兄弟姐妹们，马上要上高速了，我们也是要上高速到柳州的。听个收音机多无趣啊！上高速之前呢，看一下我们车载 U 盘，来先搞个 U 盘。没有音乐，总感觉开这样一个车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这是 U 盘，来找到咱们车载上面的 USB 接口，我们直接给它插上去就好了啊。进来了 ，USB 已经连接，而且读取速度非常快。选择 USB 来了，车载上面如果它没有读取，你自动选择 USB 播放。OK， 选择一下我们歌，它会现在是流行音乐第四个文件夹，有188首，因为一共是七个文件夹，兄弟姐妹们看一下。1、2、3个都是现场打碟、现场喊麦的串烧，每一个都是一个小时左右的不？就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小时左右的不？118首，下面的流行音乐这些歌曲都有，而且现在也马上就过年了。我们开长途车回老家的时候呢，是不是需要一个提神一点的音乐来带动一下？开车的时候精神饱满，而且注意力也能集中，这样子不容易犯困。我们这个 U 盘给大家做了一个大集合，这个大集合的就是说，我们有抒情歌曲，有流行音乐，有粤语老歌，还有我们自己现场打碟、现场喊。现场录制的一个串烧，我们放一首，找一下里面好听的歌曲，我们就出发。很多朋友们不知道怎么如何选择上一部，在我们的中控屏上面都是可以选择上一部，选择文件夹播放，我们选一个慢摇的高音质的。这些姑娘别哭泣，其实都没有年少的你在广州等你西楼而已，这些低阶版本的歌曲都做好了，60分钟59、60、60，基本上都是60分钟左右的一首歌曲。我们来感受一首歌，姑娘别哭泣，就第一首吧。你说离他之后不再想起，可是我就在你心里。来欢迎你们。听着这样的歌曲，哇，你感觉开车的时候注意力会非常集中。走，峰峰全程为你打造的音乐现场，跟着我们享受一时尚流行。这个天感觉有点冷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每一次我开这个车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会有疑问，这是一个敞篷车，那这么冷的天，把它敞开的意义在哪里？然后呢，前段时间一直下雨，下雨也开不了它。就出太阳的时候也开不了它，我在想这个车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棚给它打开，真正的感受一下。哇，哎呦，突然发现开完这个棚之后真的好冷啊，兄弟们，太冷了，不一样了。那没关系，为了装一下，既然是跑车，既然是兜风的呢，就让我们的摄影师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有温度的一个跑车哈。选一首歌曲，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哈。我们回到这个复古的里面歌曲，找凤舞九天迷幻女童，这个是新动态，这是凤舞九天，我们就听一个爱的故事上集，准备往高速上面走一走。